你跟那种收袋妹很烂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看这个。237，挑大号码。420，八二零，那你就挑820了。其实这很贵，有时候你要自己感觉。这有。Mario。八了，八了。Mario。天寒级的。啊，天寒级的。哎，有重，这盒蛮重的哦。重的，买东西。要重就买820。没，这有。你要拿我的东西吗？干你！很重啊。马里奥今天赢好了，不是吗？没有，这先看速写，速写没有。到目前来看是不许。这一盒就赢了。Moria PA 应该有一盒价。哇，欸、交换，哎呦，跟刚刚很像哦，双签。哎、欸，交换卡，3000，就 Logman 啊，4000，就 Logman。哎、欸、，Logman 又来。前面不重要。Logman 又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卡哇伊。哎、欸，卡哇伊的。Nice catch，very nice。不重要。哎、欸，前面不重要。I Nande。哎、欸，这个送，我有 Ingram。来重点。Let's see， 你一下，Curry one Scrip， 谁？马考，新人签。马考 ，Scrip 不错，打不错。820呐 ，Scrip 是什么东西？大的啊，马哥叫你猜大的，你就要猜大的。烂的，就是这样拍我也觉得，就盖中。飞太远，大不了猜完而已啊。对啊，马里奥怎么没有这钱最多？对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马里奥不是一直吃金币那一个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Good luck, brother. Good luck. 我的机器，来了。这箱有后来了。哦，后加交换，你看早应该猜820了吧？乔丹，小史的故事，看看一下。Curry，哎，Jersey，我做的这个是 LeBron。哇，赢了，赢了啦！这个是 Ingram Patch。球鞋，这双小的，没有，后面有一个东西啊。Ellington， 哦，这要扣1000啊，老头要来了，4000，重点，交换卡，哦，好多人哦，没有了。这是什么 ？DC number 没有，这亚克力的啊。谁啊 ？Miles Turner。Keep going。Auto patch jersey number。5384。Miles Turner 几号？背号签呐。237，都离很远哦。哇，太傻了。Jordan。Logo 面来了 ，Logo 面来了。好啊。一张就全部，跟上次 No 一样。一箱就全部，一张来一箱靠北，就全部的那箱已经拆完了。没关系，后面好像还有两箱。我觉得马里奥应该会中一张 Logo Man。对，要中。我觉得要中三张。那 Mario， 因为他今年有 Logo Man 的库。交换卡。好薄哦。哎，又是交换卡。好多交换卡。这一箱是交换箱。哎 ，First Card 是。Super， 湖人和，和 Gonzalez， Madomay， 谁啊？我靠 ，Steven Adams， 来了，没打来了，多签，双签 ，GA， 啊 GA 跟 RC 啊 ，GA 跟帕帕狗啊，吉安尼斯，结束了啦，这已经没话说了啦，结束了啦，这个猜完了，一箱就是 GA 那一队的阿西亚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吉安尼斯是国王的，哦，帕帕是国王的吗？他是 Greek， 对啊，他们要是希腊人，对啊，因为他都是吉安尼斯，可是这个字母哥稍微平衡一点，希腊双雄，今年为什么要做绿色？蒂芬尼啊，这是蒂芬尼的颜色，高配。蒂芬尼啊，蒂芬尼不是颜色吗？是不够蓝，有像的啦。不是蓝，蒂芬尼在哪里？这颜色很重要。蒂芬尼啦，里面的东西比较重要。哎，RPA 来了 ，Aste， 最好是亚克力的 ，RPA Logo Man 是亚克力，是哦，没关系的 ，Logo Man 在中间的，这个有可能很大的东西，对吧 ？Logo Man。哎，哦，这谁啊？好，这是 Jump Patch 啊 ，Premier 啊。没关系，有一盒了。巴蒂尔的 RC， 哎，75张而已，哎，75张。为什么他只做75张啊？都到这里。因为不知道是谁说他是下一个 Curry 啊。一张是全部来了。
那个啊，那个谁说他是下一个 Curry？ 国王老板一箱就全部，一张啦。国王老板，他这一箱啊，哦，他就一张。国王老板自己话说自己的。好了，最后了，不要再你了。他第一个的话，不要再。等下只能干节省管理，没关系，打完球。哎，哦，来了来了 ，Peter 来了，第一张是限量的。哎哎，我操！干你啊！球鞋签，球鞋签，干，对不对？也不错，也不错。中间来一张都公面，没错。哎，是米老师的 three jerseys 来了。我们都公面摆中间交换。Shadow Auto Miletic， 老人。阿朱吧。球鞋签没错。Nice card， 哎，25张而已。不错不错，有个洞很好。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干，好硬哦，真的。真的不要再反面。七盒哎，我靠。